刚讲过了，我在找副手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闪了、啊，现在没有在闪了、啊。找我、啊。现在找找立青啊、哦，我是你同学啊。哎，对，同学为什么不找同学？但是他当初不认识我，因为那时候还有头发。大半总统候选人韩国瑜，艺人郭子乾和立青一搭一唱主持，带动晚会气氛。之前还有主唱黄尚恩高唱《等一个人》，力挺现唱，用歌声动算声把韩国瑜给换出来。大雨浇不熄，大批支持者热情。29号晚间台中造势，大伙儿一个比一个还会跳，不论阿姨或是叔叔都能跟上这舞曲 tempo， 现场更看得到年轻乐团身影。有年轻乐团，甚至资深艺人周志平、李丽芬纷纷来现场相挺献唱。大型造势晚会瞬间变成演唱会，带动气氛。又有年轻乐团加入，不仅注入年轻元素，还要一举把国政配送进总统府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